今夏酷热无比，何以消暑？唯有观看2022燃情夏日音乐会。尊敬的各位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晚上好。我是主持人小梅，我仅代表音乐会组委会对各位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。相信大家都度过了一个美好而炎热的夏天。今晚这场华乐中国风音乐会呢，我们选择了手风琴独奏专场，因为手风琴和我们中国有着不解之缘。手风琴呢，它的原型是来源于中国，手风琴在中国也是最流行的键盘器乐之一。好，下面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请出原声手风琴、电子手风琴、爵士手风琴三项世界大赛冠军、吉尼斯手风琴世界纪录保持者音乐家 Mr. Corey Passatoro 科里·佩萨罗。他首先为我们献上的是法国乐曲 Janet 珍妮特。 Please enjoy。